喂，喂，喂，别睡了，趁着晨气勃发，你刚好可以运功疗伤，等你伤好些了，咱们也好早点离开这里。啊，喂，没事。想不到我一堂堂七尺男儿，竟会落到如此地步，还要委屈你来照顾我，更别提咱们两派还有这么多年的恩怨。